叫做 SHE。 我喝着不变，我将一能。三二一，两答。五月的天。五月天，五月天，哦，是五月天哦，不是五月的天。别搞，同一个的，没有的。哦，艾荣这边吹上来了，吹上来了。原来哇，是五月天。下面一首，请出题。哦，哎呦，哦，这个 panel 就跑了排去哦。He called the rolling, he called rolling。哎，只有你有答案了哈。好，这个我会。Come Together, Beatles, Beatles。哎呦哎！来，一起来唱。Come Together, The Beatles。You know me.是 John Lennon 所写的一首歌 ，Paul McCartney。哦，啊，对，是 Paul McCartney 吗？哦，对对对，是 John Lennon。John Lennon， 对对对 ，John Lennon， 对对对，对不起，你还跟我硬吹硬记。而且被那个 Rocker 啊，那个滚的 Rolling Stone 滚石杂志评为全球五百大最佳歌曲之一。真的，连我们人的一生能有，不要说一首半首，是在这里面都不得了，对不对？五百首，在歌坛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成就？歌坛。还在努力中，还在努力。先不要，先不要。你主持过金曲奖啊？对，超厉害，超厉害，对不对？这个可以主持很好，这也算，这个就算对音乐界有贡献。你呢？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算是有遮出哦。对对对，主持综艺大热门就是很大的贡献。哎呦，猜歌王嘛，对，猜歌王，猜歌王，这个单元每天带给大家欢乐。对，感谢宪哥。哎，不敢，不敢，不敢，怎么那么客气？哎，突然反。人会突然谦虚，害羞起来，也有害羞的，没有，没有，真的是真的，真的吗？我每天晚上回家就是打开你们的节目，哇，真的，哇，老师，我完全不说谎，阿弥陀佛。看到艺能界的这个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更喜欢，就更开心，乐意为大家奉献。五百老师。有没有以前我一个节目叫超级新人王，我问他说啊，平常做什么？他说，多看超级新人王。他有的时候就这样讲话了。多看啊，除了超级新人王，其他的时间你在干嘛？其他时间再看超级新人王重播。你看节目真好，对我们多大的肯定，对不对？好，好，加油！下面一题，请出题。大雨冲走。SHE， 我将一能。三二一，两答。五月的天。五月天，五月天，哦，是五月天哦，不是五月的天。别搞，同一个的，没有的。哦，艾荣这边吹上来了，吹上来了。原来哦，是五月。好，下面一道题目，请出题。我要听你收起笑容，怕未来快乐变得贵重，要是少了我你有多寂寞，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一起来共同正确答案。突然被切割很烦，对，其实哎，这还真会啊，会啊，这个很红，都会啊，都会啊，不，要 K 歌，我以为你们通通不会，一起来演唱。P.S. 我爱你，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在。
哎，现在看一下我们成绩。OK， 目前最高分那是阿拉是十分哦。阿姨娘紧追在后九分，但是老师跟饼干三分哦，加油哦，继续加油。